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横亘着一座绵延千里的大山，这座大山就是上苍特别护佑的天山。东西方文化因汇聚于此而被滋养得厚重深邃，它是鼓荡在丝绸之路上巨大的血脉。在天山东段有一湖碧透圣洁之水，那是天山亘古守候的天池，谜一般的前世今生赋予了它卓然超群的今世风骨。天山天池在80千米的直线距离内保存着几亿年完整的地质演变结构，高山冰川、森林峡谷、湿地草甸、湖泊山岳和戈壁沙漠等自然景观，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植物垂直景观带，浓缩了中国西部最壮美的自然景观和最绮丽的人文文化。天池是一座在200余万年以前第四纪大冰川活动中形成的高山冰砌湖，海拔1910米，状如宝葫芦，安卧峰峦怀中。湖水澄明如镜，温婉如玉，享有人间仙境的美誉。据《穆天子传》记载，天池是东方第一女神西王母的仙居圣地，周朝穆天子与西王母曾相会于此，唐代诗人李商隐感念于这段美丽的故事，写下了瑶池阿母起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3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的千古佳句。传说已经久远，凭吊往日神仙尊荣的，如今只有巍峨耸立于半天云中的王母祖庙，以及庙前的晨钟暮鼓。在天池的神话传说中，除了西王母以外，从仙界的后羿、嫦娥、女娲等，到人间的皇帝、尧舜、造父等，众多神灵精怪均有涉猎。元代以后，天池道教崛起，长春真人丘处机曾在此修观讲道，他在诗中写道：三峰并起插云寒，四壁横陈绕键盘。到了清代民国年间，天池已成为新疆的道教中心，观庙达10余座，著名的有八大庙观，僧人数百，香火十分旺盛。如今仅留有王母祖庙、福寿观、灵山寺等供人们祭拜。
据史书记载，早在3000多年前，天山天池一带就出现了游牧民族。唐朝曾在波格达山下设置瑶池都护府，以后宋代到清代，天池曾有冰池、龙丘、龙潭、神池等名称。清乾隆48年，时任乌鲁木齐都统的大臣明亮为了凿山引水灌溉农田，率众攀登博格达山，寻访传说中西王母的瑶池。这片神山圣水令他心旷神怡，并书《灵山天池疏凿水渠碑记》，首次提出天池一名，此称沿用至今。1982年，国务院首批确定天山天池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建立博格达峰国际自然人与生物圈网络保护区。2006年，它被全国31个省市的《都市报》评选为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之一。目前，它是中国旅游业最高级别的5A级风景区，是国家级森林公园，也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最佳资源保护的中国10大风景名胜区。自然的独钟赋予了天山天池秀丽的山水画卷，同样也养育了这片山水的芸芸众生。每当春天来临，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族牧民就开始从冬日避寒的低地出发，向和暖的牧场迁徙。牧民们常伴着春风、云雾和溪水，过着像云一样悠然、像风一样自由的人生。夏天，天池荡漾着一湖明净的绿水，也荡漾着哈萨克人冬不拉的琴声。热情好客的哈萨克人在湖畔的开阔草地上搭起一座座白色毡房，为游人献上香甜的奶茶、醇厚的奶酒，还有祝福的笑声和歌声。天山是一座有着突厥人面形、
生就蒙古人、匈奴人、斯基泰人骨骼和血脉的伟大山脉。它以超凡脱俗的气势，为中国的剑侠文化增添了想象的空间和壮美的诗意。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酣畅淋漓地描绘了这方山水孕育的侠义雄风。博格达峰海拔5445米，是东部天山第一高峰，以奇为柱，以险为绝。博格达为蒙古语神灵之意，相传那终年积雪的山顶聚集着众多神灵，那轰云托日的山脊生成了天地间的霞光锐气。唐代博格达峰叫哲罗曼山，明代称灵山、圣山，清代乾隆皇帝赐名福寿山，现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十座登山险峰之一。每年盛夏，世界各地的登山者涌向博格达，人们瞩望它的神奇与伟大，有人登顶成功，有人梦断山崖。无论结局如何，博格达峰始终以它永恒的魅力，在天山群峰中闪射着神圣诱人的光芒。每当秋风吹过山峦，大自然便开始了时序的转换。天山天池一改春日的妩媚和夏日的葱茏，迎来了浓墨重彩的金秋。金黄的白桦，苍绿的云山，火红的野果林，紫红的皂角树，映衬着洁白的雪山，缠绕着野风云雾，大自然的色彩是如此绚烂而丰富。神秘的天山总是不停地变化着无穷的色彩。十月下旬，西伯利亚的寒风席卷着漫天雪花来到了天池，一夜之间，天山天池银装素裹，洁白的雪花挂满了苍翠的松枝。从十月下旬结冰到第二年五月上旬解冻，天池湖面凝结着厚达一米的坚冰。在漫长的冰期，这里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冰雪健儿。天山天池就是这般的气象万千，风姿卓然。透过雪山，或者透过头顶的一束灵光，人们又重新感受到了这片神山圣水的妙曼身姿。西天王母的神话，传说中的鱼盆有多大，装满珍珠和翡翠，